建和 CNC 无芯膜床 ，JHC 18S CNC 六轴气门阀柄研磨专用机，采用全罩式钣金，安全方便，符合安卫法规。本机台控制器与操作面板采用日本凡纳科，内装冷却机，可保持一定温度，适应各种工作环境，延长控制器内部零件的寿命。采用意大利制砂轮自动平衡装置，设置平衡点范围后，砂轮便自动校正平衡，无需人工调校砂轮平衡。送料机构，上下送料机构，退料机构，收料机构，本机之修整轴及进给轴皆采用凡纳科四幅马达传动，搭配高精度线轨及滚珠螺杆，定位精准。油污回收装置，可有效回收加工研磨时切削易油污，可保持油品温度与所设定之温度，避免因高温造成油品变质，亦可避免砂轮主轴竖心。本机为专为研磨气门阀柄设计之专用机，特殊送料机构可适用于一定外径范围之气门阀做自动送料之动作。此送收料机构包含14组感应装置，可完全避免因物料或机构之突发状况所产生的安全问题。本机程式设计有自动补刀功能，无需编修研磨程式。研磨完成后，退料机构自动将工件退出，达到全自动生产之要求。人员只需做补料动作，适合做大量生产之专用机械。